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到访湾区，这股寒流也吹到了湾区第二大城市乌伦。韩国瑜在史丹佛大学演讲之际，高雄副市长叶匡时及高雄市议员黄兆廷则拜会乌伦市长薛立比，并宣布两城市将缔结友好城市。台北经文处处长马中林和乌伦友好城市协会会长陈希鹏、乌伦国际机场代表也陪同出席。目前乌伦已经有18个友好城市，如果商讨顺利，高雄将成为第19个友好城市。